我今次咧嚟呢间 Amino Cafe 咧系第二次嚟噶啦，因为佢八月份咧有新菜式，建议大家喺杏花村站落，跟住搭绿色小西湾嘅小巴喺柴湾明报大厦落。佢呢个南瓜汤咧唔系太 creamy 嘅，呢个餐包用日本面粉做，好香软，好好味。这个羊扒咧唔太酥，可能我哋摆得耐先食啊，所以有少少硬。啲职员建议我哋咧，下次咧一上台咧就即刻食啦。这个鸡咧皮脆，里面肉咧好滑，而且咧仲锁住咗肉汁。这个丰门牛柳，我觉得它的牛酥味不够浓，而且我们放久了少少先吃，所以有点硬啊。而这个鲈鱼呢，我们是即刻吃的，所以是 feel 到它的皮很脆，肉呢是很鲜嫩的，而它配埋酸味的薄荷泥麦沙沙，那个感觉挺得意，挺特别，可以大家下次叫来吃的。